大家好，我今天在这里跟大家报告一下，我们这几年以来，藏议会的这个办公室，CGV TV 新东西媒体的这个平台，我们就非常努力、非常认真的一个，操作非常精彩的这些。音频，内容就是完全是，学习佛法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，怎么讲一个教育。这几年以来，很多人也是支持我们，鼓励我们，因为这个是现在21世纪，科技发达的时代，尤其是网络网际。非常发达的时候呢，我们佛法也是跟着要发展。现在的人非常忙碌，没有办法，这个没有时间认真的看书，或者说听其他的佛法的内容，那就是手上有手机，桌上有电脑，直接打开就。能够看到，我们这个 CGV TV 新东西媒体的这个佛法的节目，还有很多的这些高僧大德，的们的这个教海，所以呢，希望大家多多观看我们的这个 CGV TV 新东西媒体的节目，而且还继续支持我们这个藏议会的这个。CGV TV 新东西媒体的这个节目，因为我们呢需要很多人的支持，需要很多人的鼓励，需要很多人的这些关心，才有我们我们才有这个勇气，所以呢，我们非常需要大家的这个这个支持，而且我们还需要很多人的这个协助有些那个。人力的协助，一些财力的协助，都我们需要的。如果有了你们的协助跟帮忙、支持，我们才有机会做更好、更精彩，这个更有内容的这些这个事情。所以呢，希望我们就以后呢，就是这个平台呢，已经带到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，全世界的人，尤其是华人的。这个每一个人都有，希望都有这个机会学习佛法的，学习佛法的，尤其是大家都很知道，在藏传佛教的这个文思修的内容到底是什么，所以呢，我们就非常认真、非常努力的要去做这些的这个操作的部分，所以呢，在这个平台当中。也有很多的这些高僧大德、学者，很多的有些在家的、出家的，有些这个佛法非常那个精通的人才都有来这个我们这个平台上面。那这个平台呢，就是没有任何的分别，这个是藏传佛教四大教派，或者说玄密仙教、仙宗、密宗，或者说三大佛法传承的。所有的这些人都可以看，都可以学，也希望很多人士来到我们这个这个平台上讲经说法，让所有的人都能够这个学习到真正的这个佛法，非常珍贵的这些释迦牟尼佛留下来的这些佛法，所以这样才能够我们这社会的这些问题，我们的人类的问题，我们的这个家庭的问题。我们的这个人跟人中间的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解决了，这个呢，利用佛法来解决的，那其他可能没有什么很好的方式，所以呢，请大家多多观看我们的这个平台之外，也多多支持有力出力，有请出钱的方式来支持我们，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护持专户，
兆丰国际商业银行南台北分行，账号0300901577070，户名中华民国国际藏传佛教研究会。加入藏研会，个人会员每个月100元，中心团体会员每个月1000元。email ttbtvoffice@gmail.com。愿世界看见佛法。阿弥陀佛。